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，就读于台湾明道大学一年级。那么我呢，也是个十足的吃货，所以今天老司机开路，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吃的方便面。台湾的便利店随处可见，在几家知名的便利店里就能挑到很多好吃的泡面。哈哈，随缘，这个好牛肉汤面，红烧牛肉面，青蛙面吧，这个应该是，那这个肯定好吃的。让我们数一数，现在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桶泡面，看起来很让人流口水，但一定很好吃，所以让我们开动吧。好紧张，要开了。里面包着那个冬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肥肉，五花，超多肉，感觉不要让我失望了。当当当当，哇塞！快看，那么大的调料包，调料包这些抖一抖。好吃的，真的好好吃啊！好呛啊！啊，为什么今天的面都那么辣？不要问我为什么四川人不吃辣，我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。哇，你看这个面，不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烟火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操一操，绝对是文明语言，在四川话里面，成都话，操一操就是翻一翻的意思。聊屋啊聊屋啊，我觉得台湾的粉条做的比大陆好吃，因为，大陆的粉条你没有吃过那种粉条，它就软了，特别软，但是这个还很有劲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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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没有在深夜吃过泡面的人不足以谈人生。看完大家是不是都饿了？饿了那就对了，关注女神 TV 和我一起吃泡面。